为了看这个红山啊，我找了个地方停了下来。来，让我们先来把手机拿下来。哎呦，哎，啊，如此的安静，一点多余的声音都没有。要不是有辆车过来的话。好，来辆车，咱给他拍个特写吧。不是一辆，四辆、五辆、六辆，都跟着这辆大的这个 RV 后面，被他压阵的压的。因为前面那辆 RV 太慢，后面这些车又没法超车，所以只好跟着他们。在这段路上，这样的情形一点都不稀奇。林子里面实在是安静啊，哎，这我的车，其实我并不是很想下车的，因为蚊子非常饥渴啊，一下车那就往你身上扑，就没法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多蚊子。相机这不给力，这没办法。我要说亮的地方没这么亮，黑的地方没这么黑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